来关心检调侦办营建署备案，查出前营建署道路工程组张志明伫增减计划的两个标案，透过白手套收厂商乌西钱，收7400多万，即马已经被检方起诉。检方是表示，张志明伫道路改善工程补助，也佮有道路改善电脑软体两件标案，透过立委助理做白手套，涉嫌收厂商乌西钱，收7400多万。今仔日检方依照贪污治罪条例。丁最嫌甲伊，还有白手套，还佫有一个细单的厂商，拢提起公诉。检方嘛讲，伊唔拿收乌西尔，伊佫有接受厂商的招待去占酒家。啊，那工程的地点包括屏东、澎湖、云林、南投，这些所在拢有。咁有佫较高层的官员涉案，即嘛检方正在调查。